三生泱泱近期出演了新剧《我的人间烟火》，他在剧中扮演消防员，不仅工作能力出色，连家务事都能很好的胜任。不过戏外的杨洋厨艺欠佳，在剧组分享的幕后花絮中，甚至还曝光了他烹饪时意外受伤的画面。只见他当时在拍摄下厨片段，手拿菜刀的他动作略显笨拙，还把辣椒切成奇形怪状，让一旁的王楚然忍不住笑出来。没想到杨洋不小心划伤手背，吓得工作人员急忙帮他擦药。导演疑惑询问怎么会切到手背，杨洋表示自己拿刀的姿势不对，没有留意就划伤了，让对方感到好气又好笑。虽然很关心他的伤势，但也不忘调侃表示第一次见到有人切菜切到手背。该片段曝光后，不少网友都表示实在是想不到怎样的切法才会切到手背上去，戏里戏外的反差太大，真的太可爱了。